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安琪。今天要为大家示范的是柳橙风味法式薄饼。我们先把粉类混合在一起过筛，盐、糖。接着呢，我们要加入液体材料。最后才是加入新鲜的香草籽，接着我们要把面糊过滤一下。过滤以后的面糊呢，它的质感会更细致。把皮刮下来，不要刮到白色部分，否则它会苦苦的。刮出大概这样子的分量。我倒入糖粉，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加入我们的菌度酒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把平底锅预热，接着我们量取大概90公克左右的面糊。在量取面糊之前呢，记得要把面糊再搅拌均匀一次。